力所近日在泰国曼谷举行演唱会，也回到了自己的家乡，在休息期间和妈妈一起去了菜市场，帮妈妈买菜饭拍出炉。5月29日， Big Bang 成员崔胜炫在自己的 Instagram 上公开了自己制作节奏背影的影片，并留言称 Still making my albums。他还在制作专辑的这一句话，粉丝们纷纷表示，带着新专辑回归吗？